12月31日，2018 KBS 演技大赏红毯在首尔永登浦区 KBS 内举行。当天，在 KBS 有优异表现的童星郑俊元、李珍、南多林、金焕熙、朴嘉兰等率先登场，气场不输成人，引发现场掌声。随后，演员徐康俊、李章宇、张东瑞、李一花、金贤书、尹真一、朴世婉、孔申妍、薛仁雅、尹博、郑慧仁、崔丹尼尔、白珍熙、韩智慧女子组合咕咕蛋成员金世镇现身红毯。当天虽在室外举行红毯，但女演员们仍身着各式礼服现身，引发赞叹。最后是品韩流第一届韩国报道。